大家好，我是墨尔本经典置业国际部的销售莉亚韩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墨尔本南岸的一个项目叫做 Evermore， 实地给大家展示一下 Evermore 的具体的一些信息。我们现在站的呢，就是展示房里开发商给我们展示厨房的这一部分。因为在澳洲呢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精装修脚房，所以开发商是非常希望给我们展示出他们自己用的材质，以及这个房屋的这个装修品质在这边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 Evermore 项目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用材是非常的讲究，能看到它的这个大理石的台面啊，包括它用的这些所有的电器啊，像炉灶、烤箱、洗碗机、抽烟机，这些全部都是精装修装修好要带着的，所以这些品牌都是德国的米勒，是非常好的。而且上面它这个厨子，开发商都给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个厨子的门都包在了里面，那有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在这边。像开发商的基本上这个品质，包括这个大理石台面的话，像在其他的项目很多中都是要需要花钱去升级的，但是在我们 Evermore 项目里面呢，这个所看到的我们现在全部都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标准，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。包括这个位置会有冰箱的位置在这边，还有很大的一块储物间，